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张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五分裤哦。这款是一个牛仔裤的，我觉得它夏天搭配任何衣服都是好穿搭的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裤子呢，它是有毅力扣子的啊，后面是松紧腰，大家可以离近点看一下它的细节和做工。细节和做工各方面，我觉得都还挺工整的啊。然后像这种的话，穿上身就很舒服啊，后面带松紧的。如果你胖点、瘦点的时候穿呢，都是不影响的。这个总共有三个颜色，然后我买的是个卡其色的，还有一个白色和黑色也很百搭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身搭配一下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好了，已经穿上身了，搭配一个白色小衬衫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它是有两个口袋的，上面配个卡其色鞋子就可以了，配凉鞋穿也行，或者运动鞋。这是配白色衬衫啊的效果，也可以配白色 T 恤啊。然后这个五分裤嘛，大家参考一下，到我膝盖上面一点，然后咱们也可以把它卷个边。卷起来的话呢，就是一个短裤啦。我卷的是两层啊的效果，可以自由去卷啊，很随意。卷起来也更有层次感一点。现在再搭配另一件 T 恤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，搭配一个露肩的 T 恤来穿啊，这样也好穿也好看的，来看一下整体。这个卡其色还算挺百搭的啊，穿上身也很舒服，这个松紧腰的啊，配这件 T 恤是非常轻薄的啊，整体一套穿搭挺舒服，也可以放下来，搭配一个包包，这样一套的话，学生党上班族都是便去的。好了，那这期裤子呢，大家觉得喜欢吗？记得给小哥留言评论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